青团湖南省委宣传部主办的“青春建功新时代”，续聘张艺兴担任湖南共青团宣传工作推广大使的媒体见面会的现场。我是湖南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的节目主持人何礼，非常荣幸和大家一起来见证这样一个非常历史性的时刻。那当然，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也非常荣幸地请到了几位领导和嘉宾，来为大家一一做一下介绍。他们分别是中共湖南省委网信办网络管理与执法处处长刘厚，欢迎你；共青团湖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彭丽；华生在线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常务副总编辑吕振华，欢迎你。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一起来唱响青春之歌。而今天我们就是继续前进的一个很好的开始。那随着这样一个划时代的新时期的到来，我们刚刚才结束胜利召开了十九大，那咱们湖南共青团呢，在这么长的工作的期间，也一直在坚持着探索运用互联网新媒体来创新团的工作，来激发团的活力，运用丰富的线上线下的资源，紧密联系和引导青少年。而今天我们也将再次见证湖南共青团在引导和凝聚青少年方面再次迈进新的征程。那首先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共青团湖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彭丽先生上台致辞，掌声有请。这个各位来宾、媒体朋友啊，下午好，很高兴与大家又再聚在这个湖南省青少年发展中心啊，参加共青团湖南省委续聘张艺兴为湖南共青团宣传工作推广大使的媒体见面会。我谨代表共青团湖南省委对大家的光临表示这个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感谢。共青团湖南省委一直致力于贴近青年、吸引青年、服务青年和激励青年。2016年的7月，我们选择了张艺兴作为湖南共青团宣传工作推广大使。湖南共青团和艺兴一起开创了演艺界明星成为团的宣传推广大使的先河。张艺兴作为演艺界的明星，凝聚了广大的粉丝，他充当了一个共青团和青年朋友们的桥梁与纽带，让更多的青年朋友这个感受到我们，也让我们的声音能够入耳入心的传递到青年朋友们的心中。如果说这个去年的合作是湖南人敢为人性的精神体现，是湖南共青团的一次创新，那么今年的续聘啊，这是我们对艺兴的高度认可，是共青团工作在改革创新之后的持续发力。张艺兴担任湖南共青团宣传工作推广大使一年以来啊，我们一起做了很多的事情啊，我们做了很多的宣传文化产品，我们也代言了很多社会公益活动啊。艺兴和他的粉丝为湖南捐赠了救护车，为湖南的洪灾捐款捐物啊，也为我们这个几十所的贫困小学捐赠了很多图书室。作为大使，他是尽职尽责的啊，这些优秀的品行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大家都知道啊，艺兴在今年获得了下上下上这个湖南好青年的这个称号，也被当选这个2017全国下上下上好青年，被团中央授予了五四优秀青年的称号啊。在获得这些荣誉的同时，他也促进了自己的演艺事业的发展。他登上了2017年央视的春晚的舞台，登上了这个2017央视五四青年节的舞台啊，出演了建军大业的罗德明的角色，完成了一个从纯粹的偶像到获得国家主流价值观认可明星的转化。
我不禁想起一心去年说过，他说他作为团的这个宣传工作大使，倍感压力重大，因为自己不再仅仅只是一个歌星或者是一个演员啊。在获得这个湖南好青年的这个称号时，他说我就代表了广大的湖南青年。那么你现在获得了这个全国好青年称号，你就代表了广大的中国好青年，所以这个压力是一直会存在的啊。他说他将会和共青团紧紧联系在一起啊。今天我想说，这个一年以来啊，也是你自己的努力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啊。现在你不仅是一名优秀的歌手，一名敬业的演员，更是我们新时代的青年楷模和榜样。刚刚闭幕的十九大，习近平同志在报告中寄予广大青年：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是我们这一代的，也是年轻一代的。希望广大青年朋友能够谨记习近平同志的教导与期望，树立崇高理想，坚定意志信念，以努力的态度展示青年的精气神，用自己的青春、勇气与担当，与祖国共命运，与人民齐奋斗，与湖南同发展，在中国跨越发展的征程中谱写更加辉煌的人生篇章。最后再次感谢各位来宾、媒体朋友的到来，祝一心的事业发展越来越好，祝湖南团省委与青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祝青年朋友们的前程越来越远大，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谢谢。好，谢谢陈部长。从哪请留步，请留步。来询问您几个问题。您刚才的这个致辞当中也说到了，一心在过去的这一年的履职的过程当中，其实做了还是蛮不错的成绩的。那如果用100分做满分的话，你会给一心打多少分？105分吧。105分。啊，因为这是我们社会组织啊，就是群团组织，所聘请的这么多的代言人中间，我觉得他是最努力的。他不仅只是一个当的一个虚名，而是身体力行的参与我们很多活动，而且所有的空档都给了共青团组织来拍摄各种的产品，所以他是非常努力的。他还带动他的粉丝一起来参与湖南的经济建设。啊，所以我们大家一起为一心的105分鼓鼓掌，好吧？那我们很想知道啊，在过去一年的这个时间当中，一心作为大使，我们现在应该叫做张大使啊，张大使他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能够让我们平常可能关注更多的是他的唱跳、他的表演的这些青年朋友了解一下，他实实在在为我们的湖南共青团做了些什么事儿。说了这个工作就比较多了，就无法一一的这个详举啊。接下来可能有2个小时的报告是吗？那是做了很多很多的事儿。您罗列一下，比方说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工作比较？首先啊，就是他为我们很多的这个思想引导方面的工作拍摄了很多这种，我们叫做就是代言的片啊、宣传片啊、文化产品，非常之多啊。从《奋斗的青春最美丽》开始，到这个我将自己要拍的《我心中有话想打说》啊，这类型的就是最有这个思想文化产品是挺多的啊。然后这个他还捐赠了，带领他的粉丝这个参与我们抗洪抢险。这个也积极号召他的粉丝和青年参与到共青团的活动进来，也代言了我们的这个高校环游十佳的这个社团大赛。就此类的活动特别的多。是。所以这个身体力行一直在鼓励着身边关注他的青年朋友啊，更多的凝聚在一起，团结在这个共青团的周围，是吧？发挥青年人的力量和作用，这点做得非常不错。那刚才您在说话当中也提到，就是去年我们聘请一心来作为咱们湖南共青团的宣传工作的推广大使，这个是咱们湖南人敢为人先的一种创新。那今年的这个续聘呢，应该说是创新当中的持续的发力。那我们接下来在这一年的工作当中，我们会希望一心为我们更多的共青团的工作做一些什么，有没有一些展望？有过一些设想，我们想的这个主要是发挥一心他的个人所特长啊，就他的歌曲、他的舞蹈、他的这个演员的这种特质，想在这个文化产品方面再做更多的探讨啊，更加深入的一些合作。像我是不是可以用一心的这个形象设计一些我们湖南共青团的卡通形象啊，这个文化产品啊，这个这一类的文化产品为主导，
主要是因为也不可能把医生叫过来跟我们一起这个走向农村，走了两三个月，但是他很号召他的。对，好了，那我们就其实通过刚才彭长所说的这一系列之后，我们对接下来这一年的工作是可以有很多的期许的。再次感谢彭部长，谢谢你，谢谢你，谢谢大家，你可以稍作休息。好了，彭部长呢，这个按照我们的惯例哈，一般在这样的仪式的环节，一定要掷地有声，先来说一段非常非常中肯的，而且对于未来有期许的话。而接下来可能就是更多的青年朋友特别期待的，因为今天的这个现场会有一位主角，这位主角已经非常青春靓丽，也是让各位现场的很多女孩子已经开始有点不知道自己的头和手往哪放了。来了，有请今天真正的这位主角，我们的湖南共青团宣传工作推广大使张艺兴。艺兴你好，艺兴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哇，我们又见面了，哈、啊、哈，这是来，给一支话筒，我们首先应该叫张大使好哈、啊，对于很多的青年朋友来说，这是大使，张大使好，张大使好，张大使的话筒来，我来帮你哈、啊，大使，你需要一个助理，嗯。好嘞 ，OK， 声音非常好。张大使一年前在同样的这个会场，在这个地方成为了我们湖南共青团的宣传工作推广大使，然后在今年年初，在这个地方获得了2017年度的向上向善湖南好青年的奖项，对吧？今天呢，这是第三次再到这个会场的时候，就要成为我们接下来这个年度的宣传工作推广大使了。非常非常荣幸，从年初到现在，我看到你，我有一个感受，你还是那么年轻啊！为什么我觉得我自己老了？两个还是一样帅。哎，对，我觉得其实艺兴往这儿一站，它就代表了一种号召力，代表着一种青春和阳光。尤其是今天来到现场的时候，我发现了在你就坐的旁边还有两位精神矍铄的老人，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啊，他们分别是我的外公外婆，然后其实外公他是党员，他是一位老党员，所以他经常会跟我讲一些党的故事，是是是，告诉我如何去做一个好的中国人，做一个好的人啊，做一个好青年。在自己这个外公呢，从小就有这种红色的精神的这个感召之下成长起来的，那非常非常不错。我想问一问，艺兴回到长沙，感觉是不是特别亲切？对，我回到长沙就去溜了溜街，有没有吃什么？就是你平常特别想吃的东西？其实就是吃臭豆腐，应该是咱们回到长沙是做的最好。回长沙必须要试一试这个小龙虾啊！对，这个作为长沙的游子，经常在外地跑一跑的话，会不会特别想念家乡的这些美食？会，就经常想点，但是还是最好吃的还是咱们湖南长沙的家乡菜和饭，还有小吃。嗯哼，毕竟这是自己成长起来的最基础的基石哈。好，那我想问你了，你去年当了一年的大使，今年这次又非常光荣的续聘，你感受会跟去年在这个舞台上的感受有什么不一样吗？其实首先我想感谢彭部长跟所有人对于我的肯定跟厚爱，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莫大的荣幸啊，对我，特别是我爷爷也一直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荣耀的工作，所以我一定尽职尽心尽力的去做一些我能力所能及的事情。完了以后，其实我觉得我做的还不够。对，其实因为很多事情，我也想，刚刚彭部长说两个月去下乡，我也想去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因为时间啊、精力各方面。确实是有一些困难，也谢谢团给我的
理解，还是还有给我的信任。反正我会在所有我能做的领域跟我能够帮助领域，我会尽一个宣传大使的所有的力量去做这样的好的事情。对，我相信其实会有很多青年朋友，尤其是你的那些粉丝们，在你的影响之下，一定会帮你去实现很多你可能想实现但是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实现的东西，去帮助到身边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对吧？这一点很重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说一说，就是其实艺兴是一个特别特别注重公益的人，一直行走在这个公益的路上啊，知行合一。我们刚才在彭部长的这个报告当中，我们也听到了，包括给我们捐这个救护车，还有关注这个自闭症的孩子抗洪救灾等等等等。那我觉得，其实作为一个艺人来说，其实有的人可能会有一种误解，觉得艺人去做公益，那他一定是为了，就是一定要故意做给别人看。那我想知道，一心你在做公益的时候，你的内心的动力是什么？内心的动力其实就是想帮别人，就是很简单的。因为这个要说到我的外公外婆对我的教育了，这个就觉得说，作为你能帮别人，为什么不帮呢？那自己如果有，而且可以号召更多人来帮。其实有时候会在电视机上面看到一些，就是有一些不幸的孩子，如果有一些可以帮助的方式，也会说去帮助他，但是不会说怎么样留一个姓名要跟大家宣传。我觉得就是给自己一个，当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帮助别人，可能也是给自己的一个认可了，就是证明你还是一个对社会有帮助的人啊。我大概就是这么想。所以你其实根本没有把自己的身份和做这件事情去给它关联起来，而更多的觉得这就是发自本心的要去做一件帮助别人的事情。对，更多的还是因为生长的环境跟教育的这个因素吧，就是可能环境里面，因为我是从小跟外婆一起长大，所以环境里面告诉我的更多的是真善美跟去怎么去帮别人，帮别人以后自己或者是说的那些一些以前那些故事，都是当你帮助了别人，你会有什么样的好结果；当你没有帮助别人，你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那这样耳濡目染的，就会形成一种就是思维习惯，说那我就应该去帮助别人，这也没有什么好值得说的。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就做了一个好青年该做的事情。不是，我只是做了一个对我来说就很基本的事情，但是真的没有想到说能有这样的，可以拿到这样的这个荣幸，可以来带共青团，这个真的对我来说真的是莫大的感激。我觉得艺兴非常的谦虚，非常的谦虚，我们为他的这种真诚和谦虚鼓鼓掌，好不好？真的是很谦虚。其实之前也接触过有一些艺人，但是很多艺人可能在台上和在台下真正自己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他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跟艺兴沟通起来，你就会觉得他像是一个非常单纯淳朴的男生，同时内心里面还有着咱们湖南人长沙人的那种血性和豪爽。哦，别人需要帮助，我赶紧帮忙，这点非常非常值得肯定。那我想知道，接下来这一年，我们又要称呼你张大使，那你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有没有一个预估，打算为咱们共青团和更多的青年朋友带来一些什么？其实我觉得是上次我带那个共青团的那个活动，我觉得真的特别棒，因为自己也是经历过学校，就是我们附中师大附中的这个成长环境嘛，也那个时候刚刚开始兴起社团，但是在那个时候还有很多人对社团有一些误解，觉得是不务正业的一群孩子，其实不是，它是一种开拓，它是一种创新，能够让孩子在课余时间他能找到他自己的乐趣跟他真正爱的东西。我觉得其实希望跟共青团一起合作，那团团是我们的昵称啊，对对对，跟团团合作做更多的这些，因为我爱音乐嘛，做更多的音乐的东西，让音乐社团、舞蹈社团、唱歌的社团都能够活跃在各大高校啊、各大学校，我觉得那个我会蛮开心的。那也就是说，意味着更多的接下来这一年当中，一心可能会走到大家的生活当中，走进大家的校园，大家开心吗？开心。对，这挺好，这挺好。当然，我们除了刚才我们所聊到的这些东西之后呢，我们还更希望艺兴在自己的这个演艺的事业和道路上能够走得更好，走得更加的长远一点。能告诉我们接下来自己的规划是什么吗？哦，接下来
自己的规划，就是有规划，但是现在该怎么说呢？就是首先，我觉得你怕说太复杂，我们听不懂了。演艺圈的事儿，我们就看你的成绩，有没有会有没有新歌啊，或者是新的剧啊上映之类的。刚刚发行了一张自己的新专辑，然后还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让希望可以也是作为一个中国人还是蛮骄傲的。我们大家更多的关注就好了，更多关注就好了。我真的，我发现他其实在跟大家聊天的时候更像是一个很腼腆的小哥哥，但是在舞台上却可以有自己展示的演绎的霸气，两种性格两种状态都非常不错，非常不错。再次感谢艺兴，感谢艺兴。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完成今天非常荣耀的这个时刻了，那就是有请咱们共青团湖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彭丽先生来为张艺兴颁发湖南共青团宣传工作推广大使聘书，来，有请彭部长。来，我们一起合影留念哈，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时刻，属于青年人的荣耀，属于所有艺兴的粉丝们的荣耀，也属于艺兴的一份荣耀，非常不容易。好好工作，天天向上。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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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长。部长。对对对对对，您可以您可以对入席观礼哈、啊、谢谢部长谢谢部长。艺兴好激动啊，那哎，那些关心他的女生大家有没有随身带纸巾的？有啊，来来来来来，麻烦前排的一位女士。好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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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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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张够一张够一张够。好嘞，为什么这么激动？为什么这么激动？就是真的是做了一些小事，我也觉得可以一直这样。谢谢，感谢。啊，哽咽，哽咽，来来来，鼓掌，鼓掌，支持一下，支持一下，很不容易，很不容易。艺兴是一个非常棒的小伙子，非常非常棒。我相信他可以创出自己更多更美好的空间和事业，也可以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走到大家应该凝聚的那个核心当中来。这样，其实今天知道艺兴回长沙来参加我们这次活动，再次成为我们的这个媒体宣传推广的这个大使，还有很多人通过这个网络的方式有一些问题想要跟艺兴一起来互动，我就当个传声筒好，我们来看看大家想跟你沟通一些什么哈。好嘞。有人问，在很多人眼里你一直是一个努力奋发谦虚友善的一个公众的明星人物，很多粉丝呢因为你也会变得努力起来，但是很多家长啊对于孩子追星啊，尤其有很多小女生，他们爸爸妈妈就担心，哎，你不该喜欢头发，真的是你们耽误学习是吧，你天天觉得头发那么久。哎，但是我就想啊，你作为粉丝，你身边有这么多的簇拥者，你觉得应该怎么样才能让这些青年的年轻人他们的家长放心，你会带给他们更多的正能量？其实很多粉丝朋友们可能喜欢一个艺人，也是能够从这个艺人身上找到他们自己的故事，找到他们自己的共鸣点，和欣赏这个艺人做事的方式跟态度啊，所以其实更多的可能是学习，而艺人跟粉丝这个情况也就是我也是在一直向粉丝学习，因为很多粉丝们也有很好的想法跟很好的特长，然后我也在看他们在文字啊或者在写的一些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啊，原来我也在受益，所以是一个互相成长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我觉得在某一种时候，我当然也会，我有我喜欢的人，我也有我的榜样，
我觉得在某一个时间段，在那段青春的故事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人物来跟自己一起成长，这是一件幸福跟开心的事情。然后也希望当然还是理智的情况下啊，理智情况下是一些幸福开心的事情。那也希望父母能够不要太担心啊，对吗？嗯，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现在如果啊，我们现场也有这个拍摄，也有很多的媒体，还有现场的这个网络的直播，如果有这个孩子们或者年轻的朋友把这一段视频刚才一清所说的这些话让自己的爸爸妈妈看一看，这样一个非常优秀的青年，当他成为优质的全面偶像的时候，他带给年轻人的召唤力、感召力，是完全比这种教说式的教育要来得更有力量的。所以我们希望这种青春的力量、青春的正能量的力量，能够通过这样一种簇拥、喜爱、追星的一种方式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这可能也是我们湖南共青团为什么会选择张艺兴作为一个优质艺人来担当我们的宣传工作推广大使的这个最核心的一个愿望之一吧。所以我觉得非常不错啊，尤其是喜欢张艺兴的这些粉丝啊，他们的爸爸妈妈可以放心了啊，放心放心放心。好嘞，那接下来呢，还有人问，就90后啊，现在也面临着很多自己成长当中的一些压力和烦恼。你也是90后啊，90后，然后呢，自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肯定也会遇到一些类似这样的问题。有粉丝说，之所以会喜欢你，是因为你一直在输出正能量。请问你自己的能量又是从哪里来？哇，我自己的能量，可能就是从臭杆子啊，还有长沙本土的一些美食，这是身体最本质的能量，对吧？内心的能量从哪里来？其实就是从所有的粉丝身上来，从所有的喜欢我、支持我的人身上来，因为他们对你寄予了期望，就不会想让他们失望，而不想让他们失望，就得做很多努力，克服很多困难。那可能对于别人来说，这就是我的正能量了。非常不错，非常不错。这个正能量来自于生活，来自于大家给你的鼓励，对吧？好了，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一心你会尝试中国风的音乐吗？其实一直在试，就是怎么让中国风跟流行音乐结合得更紧密，然后而且可以把这样的音乐带到全世界各地去，让别人感受啊、这样的中国音乐，这样的中国风，我觉得还是一件我一直在考虑跟研究的事情。希望你能够早日在这一步当中迈得坚持而有力啊！好，因为现在的中国已经非常非常的强大了，同时，他特别享受这个时刻，谢谢你，谢谢你，谢谢谢谢谢谢。我们这位小姑娘也非常人性化，其实她也是艺兴的粉丝，只是刚才借这个工作的机会呢，就跟自己的明星近距离的接触了一下，很棒，给你点个赞。好嘞，挺好，挺好，挺好。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都看了最近你的这个大作，就是在建军大业当中有自己非常优秀的表现。接下来自己在演艺的道路上还会有更多的尝试吗？会不会拍一些新的电影或者电视剧什么？会，当然会。其实我还蛮想尝试，就是保家卫国的军人这样的题材的抗日题材电影，爱国主义题材，可以，对，就非常喜欢。哦。那我们就看了哈，在咱们湖南这片红色的热土上，有没有导演或者编剧，我们专门为艺兴编撰一个剧本，希望下次让艺兴来当主演，好不好？好不好？好。那按快门都忘了说好了，你们还有好啊？对对对对，好嘞，行。那接下来呢？我啰嗦的环节就已经结束了，因为下面的还有很多来自于网络，还来自于媒体，很多很多的朋友都想有这个机会来跟艺兴做一些交流和互动，因为毕竟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非常难得的一个时刻。来，那我们接下来就把这个时间交给下面的互动环节，来看哪些媒体的朋友想要来向艺兴提问的，来有请。好。
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这个媒体提问的环节。OK， 来有请这位帅哥。好，我是湖南都市频道第一时间的记者，是这样子的。我想请问您，续聘了新的那个宣传工作推广大使之后，您在你眼里，作为90后，你如何诠释新时代青年人，应该去怎样适应这个新时代的一个新形象？其实首先我觉得我们应该，因为90后、00后，通过科技的发展，所有的东西接触到的信息又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接触到的信息各方面都是很多的。那我们如何在中间，萃取一些真正对自己有利的，把它学习起来，然后为中国文化走出去这一个概念要打下坚实的基础和去做努力。而且我觉得我们应该有民族的自信，我们自己做的东西，中国人自己做的东西就是好的东西，就能走出去。但是一定不要忘记要去创新，而我相信90后、00后一定可以带着这样的愿景啊，走得更好，走得更远。谢谢。还有补充提问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作为90后，又作为湖南人，你觉得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些里面，和湖南这边有相关接地气的一些东西是什么？其实长沙湖南的小吃啊，我是到了世界各地我都介绍了，就是不管是炒菜也好，还是著名的小吃也好，我是世界各地我都去跟大家沟通交流啊，就希望各国人士都过来尝尝咱们湖南长沙的小吃，也发动了很大一部分国外的公司来长沙旅游的啊，对，这点我还蛮开心的。然后他们会有的会po到自己的一些社交网站上去展示他在来到湖南长沙，去了我的学校啊，吃到我所介绍的辣椒炒肉，也吃到我所说的一些好吃的小吃，比方说臭豆腐啊。但是这个对，但是很有特色的，这是属于有特色的啊。然后比方说糖油粑粑，还有这种好吃的东西，这种民族特色的东西，我有介绍啊。懂了。还有咱像音乐这一块，不是咱们湖南有花鼓戏吗？对，所以这一块我们也可以就是通过音乐各种的交流变化，看能不能也可以让花鼓戏产生一些不一样的玩法在音乐方面。哎，这是一种传统和现代的一种结合尝试，是的，对吧？哎，不错不错。从刚才的这个回答问题，我们就可以感觉到他就是一个典型的吃货啊，典型的吃货。当然你会发现，其实除了咱们今天的这样一个宣传工作推广大使之外，他其实也可以担任湘菜推广大使的这样一个职责，包括湖南的湘菜推广的更远一点，对吧？是的，而且还要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其实担任我们长沙的旅游推广大使，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不，你还是留几个职位给别人吧。对，你为长沙做贡献的这份热情，我们可以感受到，可以感受到。比方说打个广告，像这种啊，白沙古井清澈甘甜，赛过矿泉水。哎呦！我告诉你，很快就有一个叫白沙泉的矿泉水可能要生产了。开玩笑。好了。那接下来还有哪位媒体的同仁现场有提问？好，中间这位女士，来有请，话筒传递一下，谢谢。你好。我是潇湘晨报记者，想问一下您，就是说担任湖南共青团宣传工作的推广大使，想知道您对共青团的工作有一种怎样的认识，然后对湖南共青团的工作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呢？谢谢。就是像我现在一直这样抱着它是一样的，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份沉甸甸的称号，是一份沉甸甸的工作，是一个需要认真跟严肃对待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我还是觉得自己做的不够，虽然大家都说我做了很多，但我觉得还是做的不够。其实我觉得共青团会怎么讲？会，其实可以让很多青年，
朋友、青年学生朋友们更加一起融入到这个环境下，完了以后让他们更加积极的参与响应这样的活动，去做这样的号召，我觉得已经很棒了。其实我也不敢给共青团什么建议，我觉得就是有共青团我都觉得真的很棒了。对，真的给青年人一些建议吧。给青年人，我希望大家多多响应共青团的号召，然后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说得非常好，说得非常好。好了，刚才这个回答你满意吗？谢谢，很满意。啊，对对对，我发现你非常满意，你一直在拍照。这个问题很宏大，对他来说。好了，还有吗？还有哪位啊？这位媒体的朋友。你好，我那个其实好的，就想您担任那个共青团的宣传大使，非常的正能量。那能不能给我们来一首满满正能量的歌曲？好。是我们这变成了点歌环节是吗？我互动环节成了点歌环节啊！行，好，这可能就上今日头条了吧，是吧？推往前三推啊，第一排的第一个，来，准备。因为在每个青年的心中都飘扬着。台下的梦，没有人不爱你的色彩。一双天下最美的脸，没有人不留恋你的容颜。明亮的眼睛，前日凝着我，让我守着梦想眺望未来。当我离开家的时候，你满怀深情追向那座桥。呼吸空气，你是我的骄傲。呼吸空气，我为你自豪。为你五星红旗，我觉得是应该飘扬在每一个中国青年的心中的，而且他的名字一定会要摆在自己生命的最前面。因为我觉得这个歌曲应该说是为张艺兴成为我们的宣传推广大使来鼓劲加油，也是为所有的团结在我们的这个共青团周围的青年朋友来鼓劲加油，让我们一起来青春建功新时代。对，而且还有我五四青年节上的唱的那首歌，叫什么？对，热爱自己的祖国就可以了。对，这不是一个点歌的环节，再次提醒一下啊！来来来，还有没有媒体的朋友？啊，后面。艺兴你好。你好。您作为90后的青年典型，一直热衷公益事业，并且当选了这个全国笑声向善的好青年。请问您当选之后有什么感受？自己的认知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谢谢。其实就还是一样，我还是那个我，就是沉甸甸的。其实每一次站到这个舞台上，就是我最紧张的一个舞台，话也不知道该怎么讲，紧张，出汗，然后，责任，也感谢，感恩，所以，我也不知道如何回答你这个问题哈，反正我去，那个开会的时候，就是去人民大会堂开会的时候，我其实暗地里拍了一些私藏的照片，因为也不是很容易嘛，所以就作为留念了。对，因为没有去过啊。对，然后那些感觉是一件挺荣耀的事情。对，这也是跟共青团这样活动也是一样的，但是人更加多。所以还蛮紧张的。不，孩子，你是一个见过世面的，别紧张，别紧张哈。
对，我想如果下一次开会再找我的话，应该就不会，我再能够拿奖的话，就应该不会那么紧张了。快了，只要你工作做得好，这个奖项一定拿得到手，是吧？好嘞，谢谢。最后一个问题，来，我们交给后面那位一直在举手的姑娘，太辛苦了。你好，一心你好，就是我想作为一个粉丝，我想请问一下，在前进的道路上，面对那么多的诱惑，你是如何像你的微博名一样努力、努力再努力，并且不忘初心的？啊，这个姑娘是自媒体是吧？自己是啊，懂了懂了，好嘞，挺好。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啊。习主席这么说的，所以我们应该这么做。还有就是，当你有自己的目标的时候，可能做这样的事情更加有力气跟有力量。所以其实最好的还是能够给自己制定跟设立一个目标，然后去感受我做了这个目标以后的意义，给目标赋予意义。这样的话，可能对于您刚刚说的这样的怎么一直这么努力、努力再努力的这个问题啊，应该就可以做到了。啊，就是给自己不断的给前面设置一个小小的进步的阶梯。对，但是在设定进步阶梯目标的时候，一定要给这个目标赋予意义，要知道为了做这个目标可以为别的人或是给自己能够带来什么的时候，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加有力有望，是这样。好，行，谢谢今天刚刚所有提问的这个媒体的同仁，谢谢，也非常谢谢宜昕。好了，那我们相信呢，有了今天的这样一次契机，作为一个创新之后的再度起航，今天的这样一个续签的仪式一定会给我们湖南共青团在接下来这一年度当中的工作带来更好的一个进展和前景，同时呢，也会使得宜昕这样的一个角色在自己的不管是在自己的演艺生涯，还在自己的公益的这个领域当中，都树立一个更好的形象，能够更好的去为所有的青年朋友来服务和加油，好不好？再次谢谢宜昕，谢谢大家。今天我们这个签约的仪式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那最后呢，我们一起来跟我们大家一起拍张照片合个影，好不好？来，背向大家，好的，我们跟所有的粉丝们大家一起来合个影，好，来。我们，我们，我们，我们还是对宣布级别领导一起，我们还是站起来。